妹，你还在吗？我们一起来给侯明昊唱生日歌，你来起个头吧，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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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。来吧，许愿吧，今年有什么样的愿望，我们在这边好好的来许下它，希望都可以心想事成。哎，还蛮长的，看来2019年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做，有很多的心愿想要完成。我们吹蜡烛吧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然后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口号？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喊出你们的口号，然后喊出生日快乐，好吗？三、二、一。生日快乐！那刚才看到所有的堂妹给你准备的惊喜花、蛋糕，然后他们的口号，所以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所有你爱的人说吗？就是这一路，你们陪我一直走过来，我觉得特别不容易。但我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，就像我名字一样，侯明昊，侯明昊，侯明昊。我觉得我特别幸福，特别幸运，因为我拥有你们，你们一直支持着我。不会哭的，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艰难，会有多远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。好，那相信今天现场彼此都能感觉得到对方的爱。那其实在现场有很多人啊，在门口我们入场的时候都把他们想对你的祝福转换成了文字，放在了我们的 Doki 的信箱当中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抽取几封他们写的祝福还有信，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？